2008年11月21日，今天是加拿大满一岁的生日。我们现在陆陆续续有一些来宾来到他的生日会上，我们来看看。礼物桶，这是丢礼物桶的地方。再来这个招待的人员。来，我们现在来找找今天的寿星在哪里。他会走路了吗？自己不会走。加拿大寿星茂茂嘞，加拿大茂茂嘞，茂茂嘞，掉了。茂茂在哪里？加拿大茂茂在哪里？你的波比茂茂嘞？来，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是不是大嫂、大哥，还有宇文姐。等一下，我这样照所有来宾。啊，这是王宇。再来是我们公司的韩国老板沈牛马丁，还有沈牛艾琳娜和他的小儿子，他小儿子叫做马丁 ，Hello， 那哇，再来看看他的大儿子在哪里 ，Jonathan， 他大儿子也叫做 Jonathan， 哎，大儿子 ，Hello。